健康的生活习惯。我们翻到下一页开始吧。每天都要刷牙和用牙线哦。我每天刷牙两次，而且都会用牙线，这样可以防止蛀牙，还能让我保持口腔清洁。我刷牙刷得很好，洗手间、牙刷、牙膏，每天都要吃得健康哦。我每天保持饮食均衡，会吃天然食物，无论吃什么都会适量，还会多喝水。我不挑食，桌子、水、西兰花，每天都要做户外运动哦。我最爱去公园玩，那里空气清新。我喜欢跑跑跳跳，还喜欢踢球抛球，动动身体感觉很棒。看我这边，操场、滑梯、跳绳，每天都要抽空陪陪你爱的人哦。每周六我都会跟姑妈一起度过，我们一起去买冰淇淋，然后我们在公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聊天。她总会抽时间陪我，我喜欢跟你聊天。今天在学校还好吗？公园、人行道、街灯，每天都要阅读和保持好奇心哦。每天下午是我的阅读时间，我爱读书和思考。书是知识的海洋，我可以从书本中得到好多知识。读书很有趣，书、地球仪，每天都要笑一笑哦。我喜欢讲笑话，我会在派对上讲给别人听，我也会对心情不好的朋友讲。欢笑让大家心情愉快。为什么小鸡要过马路？舞台、笑话、麦克风。每天要睡眠充足，保持体力哦。每天晚上我会准时上床睡觉，我作息很规律，我争取有足够的睡眠时间，这样第二天醒来我就会精神饱满。晚安。卧室、枕头、被子。Visit HabbyHabby.com to check out our full collection of bilingual books, puzzles, and flashcards, plus more free audiobooks and printables, available in Chinese, Spanish, French, Korean, and Hindi.